哎，我说，这是你领导的办公室，谢江。严格来说，其实黄总监才是我的领导。找我干嘛？那个公司决定怎么处分他们？还没确定，待会儿还要开会讨论讨论。不过黄宁还是坚持要开除他们三个。那你呢？公司培养员工不容易，一次开除那么多人。 之后还要大费周章的找新人。不过，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不处罚他们也说不过去啊。嗯，那要不给他们个机会，让他们将功补过怎么样？哎呀，其实事情也没那么严重嘛。对了，公司不是有一些停产的库存商品吗？数量不够，也不够排木，长期搁在仓库里也是浪费成本。 我看你就提几个商品，让他们去想办法消消库存。要是他们能卖掉的话，还能替公司打掉坏账，一举两得喽。你怎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？这不像是你会做的事啊！哎呀，我这是替你排忧解难吗？这样的话，你就不用在初恋林飞和沈敏儿之间左右为难了。我什么时候左右为难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装了，要不你就当是帮我个忙喽。蔡老天。 你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关心林飞了啊？哎，我这叫敦亲睦邻，好吧？啊，哎，你不知道，这我隔壁那只恐龙啊，怕被公司开除，整夜不睡，又哭又叫的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有失眠症啊。你看，我这帅气的脸上都有熊猫眼了。嗯，在你眼中，我只看到我。你神经病啊！我懒得跟你说了，随你。